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尔老师，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的第二本新书《花儿开了，爱情来了》。那这第二本新书里面一共搜集了37篇爱情散文，从各个角度去切入爱情和人性之间的关系。我相信非常非常适合，不管是在热恋啊、单恋啊，或悲恋、苦恋、暗恋中的你。那值得一提最特别的是，这本书《花儿开了，爱情来了》的封面是由超级帅哥美情摄影师 Raven 帮我拍的。我相信在他的高超的摄影技术之下，这本书应该可以再多卖个10万本跑不掉吧。那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七月天，那也谢谢大家支持我的新书《花儿开了，爱情来了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